会使开始训练啦，为着咱明年会使好好啊来拜，大家用心讲好唔好？好。所以，而且我嘛要代表韩市长感谢俺所有强庙所有的头人，尤其是俺发展协会所有的委员，尤其是俺在座所有的里长，感俺的师傅真正帮忙，我这个万人计也在虽然已经19年，也表现也好，也办也好。刚才我们曹局长也讲过，说实在4天已经来了将近300万的人，我们是不是为自己鼓个掌好不好？在这里我也要感谢我们议会所有的议员，尤其咱今仔日在座梅天还有雅芬议员，啊，尤其是咱李安在地所有的安公实在干呐，这个委的啦，哦，这个委员，啊，但是哦，每年搞阮偷一点仔钱，安哥来表扬较好个啦，哦，安哥拍一个波啊，招顺委员，好唔好？好。啊，大家较听啊，安就要来甲火灾来火化。啊，讲实在，我当拄啊已经有好好啊，甲伊祈祷，希望伊保庇，安风调雨顺，啊，国泰民安。啊，尤其要保庇咱高阳，尤其是咱左营，所有的家家户户，大家拢平安大赚钱。啊，你若阁有其他的愿望，啊，你着点点啊，好好啊讲，确定啊，就会使靠这个伙食，包括不知富贵，你也是要生后生，还是要有较好的，你拢会使祈祷，一定会心想事成。再一次的感谢所有对我们这一个活动，尤其我们所有事务的同仁，我们的民政局，我们的区公所，所有乡亲共襄盛举，把这个活动越办越好。我想我们明年一定会比今年更好，也欢迎所有的乡亲，也欢迎所有全国的民众，再期待我们明年相见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副市长，谢谢。